前呢，我也从来没有过问过咱们家的经济啊这方面的东西，嗯，是，对吧？直到那一次那么巧合的情况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才知道咱们家出了这么多事儿。钱呢？一分没有，没挣，赔了。这个你不论是一万、三万、五万还是十万，没有问题，咱们沟通。刚结婚的小年轻，我们有多少钱拿出去理财？不会理财，将来是会吃很大的亏的。嗯，父母给了我们什么多少知识也没有，我们没有过多的钱去过于那个理财。但是他的想法就是，正因为我们没有过多的钱，我们才要去理财。关于财富的讨论，这样的场景在很多家庭都出现过。在我那儿啊。姚瑞生活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他的爷爷、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对待理财都有着不一样的观念。奶奶、爷爷，看我手里面的。还行，坐车来吧。元年给我们帽子搞一个。当太爷了，对，我是小四辈儿。姚瑞的爷爷，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研究彩票。底下那个会不会？这个为什么把它裱起来？裱起来省路。这都是好像是资料。哦，看能看到这字吗？能看到啊。题材五载。嗯，这是买彩票的时候写的。他有瘾呐，他走到那彩站他走不动了，非得进去。对于姚瑞的父亲而言，在投资的路径上他也有着自己的选择。这是当时的那个交易卡办理的一个股票账户。茅台上市不出一个礼拜我就买了吧，是还是当天呢？我这个详细我记不准了。同时也其他的朋友也知道，就是说你要是能够能一直拿着这个茅台，你现在至少也千万富翁了。与姚瑞一家的经历相似，在近几十年间，大多数中国人的投资道路是这样走过来的。1978年之后，中国人的财富开始逐步增加。那个年代，大多数人的财富管理手段是储蓄。在此期间，人们也有机会购买国债。后来，人们多了另外一种投资工具，股票。上世纪90年代末，人们迎来了房地产行业的兴起。1998年，基金正式走进人们的生活。在往后的岁月里，人们的财富管理工具箱不断扩容。当越来越多投资品进入到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时，与投资相伴的风险也随之而来。当我们这个居民的财富啊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会在安全性以外去寻找一些这个可获得的这种收益的空间，对这种更多元化的啊金融投资这种需求呢正在日益凸显。但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要很好的协调你投资目标的预期和你自己本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必须得意识到风险和收益其实是对等的，必须得做好这个准备，你可能是会面临损失，会面临亏损的。而我为什么不同意我爸的这种投资观念，是因为我爸几乎把100%甚至120%的钱都用于极高风险的股票投资。某某药业公司过去3年过去5年业绩都很好啊，结果突然暴雷。这种情况也有，这属于非常比较特殊的。如果您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投资方式的理由。作为一名资深股票投资者，姚瑞的父亲见证了中国股市30多年的变迁。截至2021年9月底，像他这样的股票投资者在中国有 1.9 亿多户。如今他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投资理念。而真正让这个家庭陷入财务危机的，是更为激进的姚瑞母亲的一次行为。其实当时我很疑惑，我真的很疑惑，因为我爸工作非常稳定，我妈勤劳俭朴，我们家按理来说没有必要借别人10几万块钱，不是应该我们把钱借给别人吗？怎么又成我们欠别人钱了？就是我先借别人的钱，再把这个钱转借给别人，收取中间的一个利息。如果说这个人守约可以还回来的话，那么这中间就能形成一个闭环。但如果这个人他还不上来，这个危机就产生了。因为你可能有一个选择错误，可能就会导致你的半辈子甚至一辈子的努力付之东流。也是从那一刻起，我才是真正坚定了我一定要懂理财。姚瑞家庭的经历刺激姚瑞思考理财的话题。与姚瑞的爷爷和父母辈相比，姚瑞这一代人理财的需求也更为强烈。面对多种多样的投资品种，该如何做出相应的选择呢？同学们你们好，我是许志燕，欢迎大家收听大道至简的 ETF 投资课程，是通过专业化的调整所得到的一个效果。同学们你们好，我是许志燕，欢迎大家。就在姚瑞们探索的同时，基金经理许志燕正用自己的方式普及一些基础的投资理财知识。最痛苦的就是前五节课，有的课程就录了几十遍。目前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已超过200万亿元。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思考，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才能为这些财富找到合适的管理方式呢？过程使得我们有一些上市公司的流动性啊、规模啊、包括市场认可度啊发生一些变化。作为专业金融机构的从业者，许志燕正在做的就是把一种与股票这种高风险的投资相比风险相对较低的财富管理工具基金介绍给更多人。这是一种汇聚资金由专业人士代为投资的模式。截至2021年9月底，中国有151家公募基金管理人共同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为23.9万亿元。像许志燕这样的基金经理在中国有2000多位，他们的工作就是为投资者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专业机构怎么给他提供解决方案？许志燕所说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一筐子菜。如果把基金产品比作一个菜篮子，那么这只基金由装入的几十几百只股票或者其他类型的资产构成，通过搭配多种不同的资产，这只基金产品能够做到分散投资风险。我只是告诉你，譬如单个股票出现了暴雷的现象，在我这儿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你那里可能就是全部。基金这个品种最重要的，它是一个分散投资，一旦一个投资失败，是吧？那如果你就投一个项目，那一定是血本无归。那如果你一笔钱你分散投了若干个项目，那一旦你出现投资失败的时候，你可能只是中间的百分之几。那么从一个风险和多元化的角度，我觉得基金其实是可能散户所能接触到的最方便的一个能够多元化投资，能够渗入到整个全部资本市场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手段。作为我们普通投资人，我平时有工作，我怎么可能天天盯着股票上涨
了就卖出，这边下跌了就买入呢？嗯，我认为像你们这个年轻人这一代啊，必须要有合理投资。你们两个怎么商量如何去投资，投资比例如何，短期收益长期收益如何去安排，股市也好，理财基金也好，等等等等，就是说把你的钱活跃起来，动起来。在这个家庭中，关于不同理财方式带来的讨论仍在继续。对于姚瑞这一代而言，具有分散风险机制的基金或许是一个适合他的开始。人们认识风险需要一个过程，认识基金也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在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如何让更多人了解基金的本质，更好地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仍然是许志燕们努力的课题。那么像基金这样的财富管理工具又是如何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呢？小时候是在湖北孝感的一个农村里面，那边比较穷吧，因为我们可能读书的时候经常就是学费都有点凑不齐的那种。谢林英曾经对理财的理解和父母是一样的，主要以储蓄为主。以前呢，我是对理财呀、投资啊没有什么太多的认识，但是我呢可能也是遗传我父母的，就是也比较勤俭节约，就是能够省下钱，不知道有什么渠道就只会往银行存。现如今这个女孩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规划，大概在脑海中想一想未来一年三年五年大概有一个什么预期，自己有个计划，你也有个奔头嘛，想解决人生的一些大问题。所以每个人都存在这个筹划自己的资金和这个理财的这种需求。人们想要理财的需求是迫切的，然而在这些投资品中，谢林英能直接参与的是什么呢？作为普通工薪族，谢林英每月工资能领到几千元，除去日常开销，能够节省出的资金非常有限。想要一次性凑齐大笔资金投资，并不容易。出于对现实生活的考量，谢林英对每笔开支精打细算。出于对财富盈余的渴望，谢林英开始了憧憬与向往。也许有这种憧憬的人不只有他，千家万户的人们都向往着，期待着。其实公募基金啊，更多是服务普通百姓的。那么一个产品如果要服务于普通百姓，一个呢它门槛应该比较低，就是这个金额的门槛比较低，再一个呢它的这种认知门槛也比较低，就是说老百姓能够明白他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他可能会得到什么。2013年开始，一些宝宝类理财产品的兴起引起了谢林英的好奇。这些投资门槛低、身属灵活、风险低的产品，其本质是一类基金产品。基金呢，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那就是把众多人这种小钱汇聚成一个大钱，然后来分享这个大钱带给你的投资、理财、控制风险这方面的优势。就是存了钱，第二天就看得到收益那种嘛，就埋下了一颗种子，然后慢慢的生根发芽，就看着它一点点长大的那种感觉。查看账户的细小收益，
成为谢林英每天的期待。一块钱就能起头的财富管理工具，开启了谢林英的基金理财之路。千千万万个像谢林英一样的普通人，投资了自己的第一支基金。到今天，在这个有14亿人口的国家里，通过此类产品接触到公募基金的人超过6亿。然而，对于谢林英来说，生活中有太多的支出项目，新房的装修费用成为了摆在面前新的难题。货币基金就是它最直观的，就是它的一个流动性会比较好，然后风险性也相对会比较好，但是呢，收益率比起其他的也会相对会低一点。在基金的世界里，还有更好的选择吗？应该是在2015年的10月份，是一个股票型基金，当时就自己小小的做了一个尝试，就买了一点，一直持续到现在吧。通过系统的学习，谢林英认识到了基金也分很多类型，在多样的基金产品中，他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做出了与自己匹配的选择。从对基金一无所知，到通过学习投资基金凑足装修款，谢林英对生活又有了新的期待。当然，不是所有的投资者都能像谢林英这样幸运。基金作为一种财富管理工具，给人们带来收益的同时，肯定伴随着一定的风险。这是基金客户服务中心，中国的公募基金公司都设有这样的部门，作为投资者与基金公司沟通的渠道之一，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人们的一部分诉求与困惑。最多的时候，这个基金我亏掉了13000多，一直在卖，我太难了，我都没想到，我居然可以经历几次美股的熔断，交易记录的流转的过程，我已经给他卖掉了。它的那个净值相差比较有大起大落的这个情况，伴随着市场中的风险，人们的情绪常随着市场的波动而波动。不去仔细的分析什么的行业、分析机构、研究基金经理，只是贸然的去，随便买，这肯定是不行的。我觉得利用好基金这个工具的关键呢，还是你建立起一套比较客观理性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方式。首先要避免几个事情，比如说追涨杀跌、羊群效应、追热点。尽管基金作为一种资产组合已经具备分散风险的作用，但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它仍然存在风险。它是一种理财服务，而不是一夜暴富的捷径。其实我们接触到大量的客户，他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就是你会面临大量的投诉，有些客户会跳起来，会直接这个指责基金经理，说你为什么给我亏了这么多的钱。我们有很多朋友很关心一个事儿，就是过去这么多年，基金到底平均下来每一年能赚多少钱，为什么基金赚钱，这个投资者不赚钱，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截至2021年9月底，公募基金自1998年诞生以来，已经累计为投资者分红超过3万亿元。公募基金市场带来的投资回报是可观的，为什么许多投资者却没有好的获得体验呢？也许在基金持有者李永昌的案例中，我们能够找到一部分答案。我爱人的姐妹们几个都，一共出了大概5万块钱吧，连我自己一起就买了。
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他个一块钱，他分红都分了几块钱，所以我觉得，哎，这个是比股票要好得多啊。啊，继续等，哎，等到过去时候，它又跌下去了。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涨起来，我现在还有，现在又跌下去了。他们就一听都非常不高兴啊，脸色都不好了啊。看，你怎么一看你亏了多少啊？卖这个10%几、20%几还不好，卖啊！我就只好把他们的卖了啊，把我自己的留下来。李永昌家人的反应，反映了多数投资者的心态。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漫长的等待意味着更多的煎熬。在充满起伏的市场里，如何与基金相处，考验着每一个人的耐力与智慧。所以后来慢慢的看着我还是赚了钱，慢慢的就不熟了，不熟就是对我最大的利好。你譬如年化10%的回报这件事情，实际上在公募基金的历史早就做到了，当然不是每年，是一个长周期概念。基金成立20周年的时候统计了，就是偏股方向的基金平均的年化回报是16%-17%，应该说基金做的还不错，但是呢基民没怎么挣着钱。一方面是基金投资者自己的投资方式，另一方面是我们基金公司和代销机构的营销方式、服务方式。就是市场很火热的时候，大家都头脑很热，然后甚至不理性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提示风险，这是我们行业需要努力的地方。能够保持和李永昌一样的耐心并不容易。在公募基金22年的发展历程中，李永昌持有基金超过16年，在这16年中，他经历过2005至2007年、2013至2015年的两次牛市，他同样经历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经历过股市的起起伏伏，在涨涨跌跌、潮起潮落中，有人欣喜，有人失望，有人焦虑，有人彷徨，也有人选择黯淡离场，包括李永昌的亲人们。投资基金还是要规避这种报复心理，就是赚快钱，或者说呢攀比，比别人要赚得多，这个往往都是历史上证明都是比较有害的。李永昌是幸运的，通过系统而耐心的学习，在理性的选择和长期守候中，李永昌穿越牛熊获得了收益。他用2.2万元本金认购的基金，通过红利再投资的方式，经过56次分红，目前基金市值已超过26万元。截至2021年9月，中国的公募基金管理基金规模超过23万亿元。越来越多人们的财富开始通过基金这种财富管理工具参与到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分享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红利。三二一，前进。